好，我来实战一下这一次上修后的上古哦。那用的是双狗头配置，主要就是伤害变高，回复力变高哦。这个回复力加成，不然原本的回复力实在是太悲剧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先力系统呢，从原本的10点是满的，变成20点是满的。那但是它的技能有就是先力10点以后会有不同，所以呢。严格来说呢，算是加强蛮多的啦。那我们这边先稍微洗一下技能。帮我来一个平砍哈，平砍60试试看。平常这样，天降两组新珠就应该补到十几万了，8万而已。不过平砍的话，好像有点飘哈。我们这边狗头打开，狗头关掉，我再开狗头打开，来看一下平砍，这样的伤害2亿5000万，这样如果再开一个木印度下去，应该是不错。哎，这对是有三属性啊。木、火、暗，木、火、暗啊，三属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关掉，再开，再开，再开。12亿，我的怒怎么那么多？因为我太欧了，是吗？解盾能力弱，就靠双狗头喽。那就一直炸板啊，一直炸板啊，有没有？一直炸板啊！现在是1%哦，伤害剩1%。现在是伤害剩1%哦，几%哦？嗯，啊，直接转好了。哎！哎呀，我刚刚那个卡住啊，没有转好啊。算了，不想重打。可是没有开技能很烂，没开技能很烂，再开回来。对啊，要开开关关蛮麻烦。
我不喜欢一直开开关关的队伍。啊，回复力啦，回复力可以看一下啦，一组星都可以回三万以上，算不错。一组星三万以上这样。好，一组星五 combo 两万，他再多一点 combo 可能可以到三万这样子。12亿耶，好像就差不多12亿伤害。跟现在的队伍比起来，我是觉得还是不强。现在队伍都不用开任何技能就破亿了。对啦，是有改强啊，对啊，但是没有到很强，不过有比以前强很多了，我觉得以前真的太烂了，以前真的太烂了，啊，我们来炸，开炸，这个版面我不喜欢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是不错啦，有感啊，加强有感。可是因为本来太烂，是因为本来太烂。可以啊，再开个追打，追打。你看啊，一组五颗星哦、喔，一组五颗星，四 combo， 哎、欸，五 combo， 六 combo， 天降到，哎、欸，天降到五万，回复力不错。啊，七 combo， 再添加一组星，六万八。OK，
好像这边最后一关的话，你要跟他对魔就比较容易一点。原本的话是一回合打25000嘛，对。那之前的上古呢，在这边是非常非常难对魔的。有印象的话可以去看，如果没有印象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这个直播哈。那现在呢，基本上轻松魔哦，回复力 2.8 倍，你看6万多，光这一点加强，我是觉得就很棒。转租时间也蛮多的，一组新租啊，一组新租啊，又天降一组，不然一组新租应该可以回到3万了。好，这边一组哦，好，这边一组。好，一组新珠，哦，29000，所以回复力加强有感，加强有感。来一组新珠7 combo 回22000，6、4。哥比又住强吗？这个不同年代的吧？好啦，差不多可以爆发带走了哈。我们关，好，我们开，我们关，我们开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没开龙科，没开龙科，打了8亿，所以实际上应该是他减伤40%嘛，所以我们原则上应该是打到差不多15亿啊，15亿，刚刚那样情况下，还行啊。不管上古诸神，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呢？他就原本就已经够惨了，也没有办法再苛求他了。刚刚是减40%吧？刚刚他减伤40%。我打8亿，所以我打了60%嘛，所以实际上他应该是大概13-14万血，大概打13-14亿啦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啊，不然现在不重要啦，不重要。